嘴，我刚刚花货架上的100去哪儿了呢？这可是我拾金不昧的奖励，可得把它好好藏起来。藏在这廉价游戏机底下，应该就万无一失了吧？金小姐，大壮，你说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呀？这不是快期末考了吗？我昨天晚上熬夜复习备课，然后嗓子就变成这样了。那你还不赶紧回家吃点药？来我这儿干什么？我不吃药，我要通过套圈圈来转移我嗓子的注意力。那行，你等等，我这就去布置一下场地。过了一会儿，套圈游戏五毛一次，套中哪个送哪个。那我来喽。不错嘛，大壮，一来就中了。哇，这个三头王八可真可爱。再来再来。大壮，你的嗓子有救了。这是绿箭润声行采用传统水煮工艺制成，添加了罗汉果、金银花等草本，借枇杷、梨和蜂蜜来中和口感，清润又好吃，最适合你这种用嗓人群了。你快试试。哇，这糖酸甜可口，冰冰凉凉的，我好喜欢呀。金香姐，我的嗓子好了，舒服多了。那是，金香姐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剩下的这些啊，你也可以带回去给同学们试试。预备。这个廉价游戏机反正也不值钱，送你也无妨。怎么样，这不就是个板砖吗？丢了算了。